大家好，我是小海。今天早上干活，一直不在状态下，感觉身体被严重掏空。然后很多顾客都投诉给老板娘，要么就是味道太淡，要么就是太咸了。今天基本上就是迷迷沉沉的，昏昏迷迷的，就这样过了。可能是昨天晚上跟几个朋友在店里面喝酒，然后一直喝到了凌晨1点，然后早上5点多又过来开门，所以感觉身体很吃不消。